综艺玩很大比较好看，还是一掷千金比较好看？不要在乎评审吗？这个还用讲吗？我觉得如果以酸民角度，一定讲哈林。哈林某某主持节目就是这样啊，我国中康乐鼓掌都比他有趣。A 诸葛亮， B 胡瓜， C 哈林， D 曾国城。这个问你哇，哇塞，您是综艺套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综艺玩很大，比较好看，还是一掷千金比较好？综艺玩很大，对，我要在乎评审吗？那宪哥，你觉得小弟的 B 节目有可能角逐金钟奖？有可能，因为很简单，节目好不好另外一回事，创新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还用讲吗？我觉得如果以酸民角度，一定讲哈林。哈林形象好。哦，我猜测啦。答案锁定了哈 ，C 哈林。好，吴总，哎，他们在害你。哈林。哇，我知道酸民角度啦，酸民角度啦，对啦。好 ，C。哈林，哈林，恭喜答对，对，很厉害，不是超强。各位，逻辑。